而东方卫视跨年盛典则在上海掀起了2012年最后一波音乐热浪。这台有着2012热歌全民 KTV 之称的晚会，聚集了那英、孙楠、五月天、李宗盛、韩庚、李准基等乐坛大牌。不过为了让这场音乐盛宴更有看头，乐坛巨星们都甘愿与人拼曲打组合牌。首先将整台晚会推向一个小高潮的便是李宗盛和那英。我等了一辈子终于跟你合唱了。25年前我也做过今天晚上这样的梦，终于实现了。也许你明白把爱定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最终艺人们用手中正能量块拼成一个2013字样后，历时5小时的跨年晚会落下帷幕。东方卫视记者施蒙娜、李丽昂，上海报道。